生哪个可比？我与你差一些，永远一起。邂逅时间长地，自恋像好武器，也只可以说起。哦，爱太重。就变雪落雨飞，如果可以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连遇上亦要躲避，无非想放下你，还是挂念你，谁又会及我想你？前事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么伸尽手臂，我们亦有一些距离。佢唔講嘢，唱歌真係幾好啦。如果可以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連遇上亦要躲避，無非要放下你，還是掛念你，誰又會及我相比？前事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麼少麟，上一次咧，我記得咧，評審就叫你唔好講嘢，你諗係咪諗住今日唔講嘢，淨係齋唱歌？係。好，咁我哋聽評審意見。係喎，唱得好聽啊！嗯，因為你知道自己去到邊度，唔會話隔眼上、隔眼落，你嗰個低同埋個高你控制到。我淨可以講一句，今日你唱嘅歌我中意。多謝你啦，周副老師。成個演繹咧好穩打穩扎嘅，唯一要挑剔嘅咧就係太林峯啦。不是個樣子，聲音 OK， 即是你現在去演繹這一類的歌曲，我覺得對你的難度呢，你是可以輕鬆地駕馭到，但是怎樣可以呢翁到成為你自己的歌呢？這個是你接下來的一個挑戰來的，加油吧 Harry。 我謝老師，我都覺得你有排玩的，我覺得你有自己的 style 的，不過上次我跟另外一位參賽者都是講同一番說話，你有排玩的，他下一個 round 就走了。是啊，好邪的呢啲嘢嚇，你一講你知咒人，所以你不要當真。好啫，多謝伍老師。好，阿少麟呢兩個回合咧，就是我哋中三的穩陣仔啊。咁啊，阿佩玲就有少少跨越。咁究竟佢哋兩個咁嘅 PK 法，唉，冇眼睇啊，睇下啲分先。大灣區81分，可以去進級區嗰度咧，去探世界。Okay， 跟住阿佩玲可以去繼續喺個等候區嗰度等候下。Thank you 兩位。